解泉水成就哈，我泉水好像还没解的样子。等一下，泉水的话，我想用水吸蜡，有段时间没用了。水吸蜡、鸡翅，然后水属性的减伤其实还蛮多的啦，像水油啊，像7009这个躲掉也 OK 啊。然后还有，其实我想带宙斯，可是不能带，因为是泉水。我们可以带个冰花，可以消状态。然后我们要带寒灵沙，可以解水火木三属强化盾。最后一个带什么好呢？带，我想一下哦。我觉得带水屋不太好，因为感觉会那个，感觉太绑了。等一下哦。最后一个又带减伤啦。我觉得用水吸蜡的话回合蛮久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放心的带水油了。不是你，你伊布可以在王的二血减伤吗？不太行欸，不是不太行，是不能开。我刚才讲什么？因为伊布算是控场技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挑战泉水成就用水吸蜡吼，人家爸妈被人杀死还这样玩人家。好了，有没有人带水吸蜡呢？水吸蜡，麻雀虽小被车撞到，不过是路过的丫头，这谁啊？用一下好了。来，要水吸蜡哦 ，Go！ 当然，讨伐这张也可以啊，7009也可以用龙科，不用我这队是主要是用水油。好，我们水吸蜡。你们都知道的，第一关只要没有天降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出去。西康八九十，哦，这天降蛮给力的哦。16、17，哇哇哇，这天降。然后才打这样而已啊。好吧，我们先稍微存个技能哦。因为我们是希腊队吼 ，combo 很高，所以其实回复力也蛮不错的。没有死，哇，好痛啊！第一关先稍微存个技能啦。我觉得王一会缺三手珠，你不要诅咒我啦。而且你还用那个表情，超欠揍的。铁达尼号直敌版，安安第一次来 ，Hello Hello， 相信台湾神秘力量，觉得解释很好，声音也很好听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一天到晚有人会说我声音像那个，像那个大叔，那种公园色色的大叔，我声音真的有那么老吗？可以放水源加气放组合技，可是这样就占两张卡啦。等一下，好像其实也可以，因为水源。气缝是占第一招，跟第二招没关系哦，好像也不错。可是我们已经进来了。希腊最近天降好一点点，就稍微那么一点点。大圣可以防吗？什么意思？防哪一关啊？八康盾通往七康，不要诅咒我，拜托。好，我觉得这边可以先开一个冰花吼。叮，天降7、8、9、10，哦，不错不错，11、12、13、14，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留点珠子给我，好，19 combo， 直接一波带走了，好，接下来这关哦，这关比较麻烦，因为越攻越强那只是木属性的。所以决定这边先变身，然后转点水珠给我，然后加减开四招，反正没什么用。哇，那个水珠被封在那边的好烦哦。好，我先把三重封王那只打死吼，因为那只三个封王珠还蛮麻烦的，小线的诅咒。哦，直接带走了 ，OK。水吸蜡跳了，水吸蜡。小仙保佑我，王可以开延迟吗？技能型的不行，可是龙科类的话可以。十二康，哇，哎呦，8000多，这一波没回满血的话就要去了。六康7、8，哦，今天天降还不错哦。
12 combo。 我版面上非常漂亮的没有木珠，希望等一下王冠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怎么回事？我觉得如果我单纯这样消完的话，好像会死翘翘耶。试试看，小心保佑我。哦，小仙保佑我 ，nice。常常玩机械兽合体的人，你说南瓜吗？武器其他都快撞墙了，加油加油，我跟你一起奋斗啊！好，这边我们先开个冰花，把双叶消掉，耶！虽然说好像没什么用，反正我们是希腊队。7、8、9，哦，这尖叫不错，11、12 combo， 打多少？好吧，这伤害啊，因为现在装备被消掉哈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希腊队会降出7 combo 这种事情来了。11、12，好，希望这边天降可以不要卡我星珠哈，就慢慢的磨过这关就好了。12、13、14、15，哦，好像直接带走了齁。20 combo， 21、22、22 combo， 太扯了啦。好，直接带走了。接下来我们希望王冠如果卡三组珠的话，我真的也没有什么办法了。来，我们先叠个印记，顺便绿一下光暗珠。好，我们没有火珠哦，有火珠了，有火珠了，有。好，水火木都在了齁。这边全开，好，冰花还不能开，太可惜了。开没有用的一技、二技，好，寒灵沙。很漂亮的清盖版面了。7、8、9、10、11，哇，还好我来得及暗龙科吼。你可以看到我刚刚很漂亮把版面整个清得干干净净的，可是天降却只有那样，我能说什么呢？31000，天果能当伪王吗？不行，因为他算是控场。哦，烟火秀，完完全全溢伤了。好，这边开水油，呜，好，这样就带走了哈。水吸啦，其实也蛮轻松就通关了啦，没有说很难。慕容兽可以过吗？慕容兽一定可以啦，那血量70000多，开玩笑。好，我们解完了山水的，不是泉水的成就后，然后拿到一个什么药之王暴龙。